嗱，大佬，我教你加多啲 cocaine， 啲客仔咪食到開心咯，係咪？嚇，Tiger哥會食死人噶喎！睇哥哥会食死人噶喎，使唔使通知 Adam 哥一声啊？啲小事你麻烦 Adam 哥做咩啫？我同你讲呢批货我要嘅，我叫你做你就做啊 ，OK 啊？系嘅。你耳标啦，会出事的。出什么事啊？那第二次震动又不见我有事，你看，还有我俩。嗨，公司有在吗？哦，找他。飞哥出去了。这样我可以在这边等他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坐下。嗯。啊，不好意思哦，飞哥还在开会，应该没这样快回来。哈，嗯。这样子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哦。哦，好的。爹一定要叫他喝啊。嗯，知道了。慢走啊。哦。啊！哇，爹，您好运呢。当然啦，你爹我最近鸿运当头。今天带你去吃好料，然后我们去摇到天亮。你这个星期好像在 NI 赢了8万多哈，我想要一个宝宝。妈，买给你。Yes， 你是最好的。嗯。飞哥，有人找你。哎，来啦。龙飞。哎，对哦，早上我有留糖水给你，你有喝吗？哦，有啊，谢谢你。叔，听说你在这里等很久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哦，还有煮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给你哦，趁热吃。哦，谢谢你。嗯。哎，我帮你准备碗筷啊。哎，不用，我还不饿，可是还吃。哈。哦，这样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在那边等你。如果你觉得饿了哈，我陪你一起吃。好。嗯。其实你不用每天送食物给我吃的，而且你一个女孩子经常上来这里不大好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叫 Frankie 送你回去。Frankie， 是的，飞哥，帮我送阿轩回去。好的，飞哥。怎么你要叫他送我回？我要回我自己可以回啊，我这么讨人厌嘛？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问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担心你。其实我对你讲，你没有感觉了没？难道你要我说出口啊？既然你不想看到我，我再也不会找你啊。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看阿轩这个女孩挺不错的，不要考虑一下呢？你还放不下以前的事？哎，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该放下的就得放下，好女孩难找啊，你要珍惜。好吧，知道了。最近毒品泛滥，市场上出现很多不同种类的毒品。六，你扫毒组那边有跟进吗？报告警长，上个月我们在龙市几间夜店检举起获了大量摇头丸还有冰毒，可是我们只是抓到使用者，我们还在查这幕后的卖家。嗯，非常好，一定要找到源头，连根拔起。对，毒品害人不浅，还有人滥用来迷奸无知少女，这也间接破坏了许多幸福的家庭。对了，有一间酒吧很配合我们的行动，在发现有人吸毒后很主动报警，有了他们的配合，我们事半功倍。对，这家酒吧听说是和联邦龙飞开的，他这样做也让我们更容易掌握毒贩的线索。嗯，非常好。这龙飞是谁啊？哦，这个龙飞是和联邦最年轻的堂主，
加入帮会一年就升为虎将，而且深受红爷的重用。听说最近很多生意都是他在打理，而且大多数都是正规的。难得帮会有一个这么正直的领导人，我相信如果他继续配合我们，很快我们就可以抓到幕后的毒贩。最近现在我的上司开始注意了，你小心一点啊。你好，现在外面的风声很大，端那边已经有交代，叫我们醒目一点，暂时没出货。知道了。是的，现在外面很大风，吩咐全部人即刻停止出货。哎，孙哥。哎，小季。怎样啊，最近？哎，最近很烦哦，外面的市场一直拿不到货，顾客一直问我，真的再找不到货我就要吃草了喂。啊，哇，孙哥还是你有路啊，这边要看一下跟谁嘛。大哥，你赞我条数点样啊？系帅哥，得得，我唔会走你噶啦。我大佬你又咪唔识啊？喂，布隆。Special edition， 我私家货，我错咗。啊，大佬，你同哥交低咗，我哋暂时唔好出货喎，出边好大风喎，俾你知道咗，我哋咪大镬。我叫你出就出啦，咁多机甲，有咩事啊？你大佬话咩？收到啦，我而家出去搞掂。Operasi。最近风很大哦，警方一直扫毒，我看这次17档的 LM 哦，麻烦大咯。一个社团啊，如果被警方盯上，也是会间接的影响其他的生意。对，不止这个，我听说现在连他们其他的生意都被警方调查。哼，现在不止17档的 LM， 我看黑金也一样重啊。你不知道吗？现在黑金和 LM 合作搞炼赌场，自己生产毒品啊。现在 KL 区 90% 的毒品货源都是由他们提供，想不到这个 Adam 接手大牛的位置后，胃口比以前更大。十七党的泰山非常主张做正当生意，怎么会混上这一滩烂水？哼，有些生意是他们以前一路做下来的，他不做不代表别人也不做。哎，这也是他们的家事，我们也管不了这么多。幸好我们的酒吧看得紧，不然我们也会被牵连到这个啊。我们要归功于龙飞了。红爷，你跟我讲了，我也是遵守我们的帮规，做回我的分内事而已。这些年自从龙飞掌管我们旗下的生意后，我们的品牌形象大有提升。哈哈，你好，飞。谢谢红爷。来 Cheers！ 哇 ，Brother， 哪里买的？喂，你最近不是断货吗？哪里买的？你能不能分一点给我？喂，抢走你，好可怜啊！来一点，来一点，来来一点，好料的，来啦！不要浪费啊你！这样的，啊！哎，快点去叫人来！报警吧！昨晚龙市有一间夜店，有两名酒客暴毙，是什么原因？这间 KTV 是同顺堂的黑金开的，之前就有听说有酒客在那里嗑药，
初步调查，他们应该是服用超标的毒品导致死亡。这帮家伙真大胆，我们一直抓，抓得那么密，他们还敢继续卖，根本不把我们警方放在眼里，一定要抓到幕后那帮卖家。嗯，知道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们已经有一点线索了。拿公掉掉小，会看袂好人，通听咱做人正气，惊甲大拢无咧甲分，咱袂来输赢，咱万无咧甲欠，我比别人较好运，因白我提醒兄弟命，是甲头，莫怨叹，咱大歹命，是甲头，莫后悔对歹路来行，是甲头，做兄弟兄弟社会大，无闲拿钱都买关节条，有嘛歹行，是甲头。